莎莎多元化的频道内容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日前她决定将万华套房以小换大，并在去年七月高调买下第二间房，如今顺利入住的她也在近日分享开箱照，为了装饰新家，她特别放上一些绿色植物，还贴出前后对比照，让粉丝看了又惊又喜。几间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她家是北欧风装潢风格，看起来相当简约温馨，同时还有大片落地窗，阳光照进来后看起来格外有氛围，加上她的布置小巧思，在客厅墙壁、阳台还有柜子上都摆满可爱的盆栽，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柔和，连他自己看了也忍不住赞叹，我太爱我家了，粉丝则羡慕直呼真的是好漂亮的家。